上好，今天是11月13日，星期五，农历11月18日。欢迎收看东北联播节目。首先向您介绍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：东北一人传著名大师于洋子开始个人世界巡演，首站北京场，人气火爆，台下粉丝贼拉热情。下面请看前方报道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第十二届八包米比赛于昨日顺利落幕，一余姓女子夺得头筹，并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哎，于大妈，请问您获得这次八包米的冠军有什么感想吗？Don't touch 话筒，谢谢。我今天为啥能得第一呢？主要是吧，我从小就跟我家大人学八包米，我那是从小挖到大呀。就我家那几场地，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我爸来劲了，我个个都能挖20多铺。咱这手艺，哼。啊，哎，这两位无名氏大妈们，你们获得不？好，这次采访十分顺利。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交给演播室。昨天傍晚，市民小吴和小梦为了结成老铁，一起相约去舔铁，结果双双被铁粘住舌头。幸好热心市民小鱼及时发现，随手将两位老铁拯救下来。在此，本市委提醒各位市民，在东北冬天不要乱舔铁。你俩在这干嘛呢？我在这里看了一下午了，他们两个说在这里拜帖子。傻孩子。忘解救了。告诉大伙儿，拜帖子夏天拜，冬天就别拜了，省得整出这事儿来。你去，感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也不用问我名字，问就红领巾。我走。再见，红领巾。大热剧《乡村友情故事》第11季今日大结局，女主杨子瑜在经历了和闺蜜1号孟欢争夺男主。闺蜜2号子玉争夺遗产和闺蜜3号小宁争夺 C 位的跌宕起伏之后，最终四人重归于好，迎来了一如既往的 Happy Ending。 而乡村友情故事也破东北电视剧收视纪录，据悉该片已经提名奥斯卡最佳东北电视剧。你居然敢背叛我，你居然敢脚踏两只船，天哪，渣男，我不会让你成为影响我们姐妹感情的导火索，狗男人，去死吧，姐妹！天哪，我居然得到了爸爸的遗产！遗产是我的，虽然我是爸爸的私生女，但爸爸最爱的女儿是我。哼，我才是家里的长女。哼，不信你拿给我看看，竟然是一枚大玩家游戏币。坏爸爸，不能因为一枚游戏币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去死吧！哈哈，我是这次的 C 位。你起开，我才是这次的 C 位。我是他们打起来了，我才是这次舞台的 C 位。坏女人，不能因为这种坏女人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姐妹，我们永远是村里最好的姐妹。下面是一则国际资讯，东北话引起全球语言新潮流。东北语言进修班伦敦分校今日开业，热情伦敦学生在王牌教师 Miss 鱼的教导下领略东北话的语言魅力。今天我先给你们念一遍：磕碜、土逼、嘚了吧嗖、齐了咔嚓。接下来考考你们，这位同学读一下这个，磕碜思密达，好，不错。中间这位同学读一下，齐咔嚓咔咔。哎呦，这位来。
来自印度的同学，不错哈。然后最后一位同学读一下这个。次东北联播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